应该可以过吧？哇，还不行。OK， 三十等了，可以换兵种了。应该可以过了吧？Machu Picchu, anchay parunakunak imapakarining hucho'y tiyanapi iski hatong orko kunak chaupimpi kumpakungki. Tikakuksu ka na yung kulungping. Shrek works, slay. Work, slave. What's up, man? Work my ass off. You're finally here. Work, motherfucker. Huh? 居然打输。哇，什么鬼？吓死！哇，这照片不错呢，这照片。哇屁啦！哇，我操！太猛了吧，这位是怎样？
哦。我知道了。Work slave, you work slave. 是不是台湾比较好？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哪方面啊？你说哪方面？不一定呢，不一定呢。你说哪方面？奥廷庇护我们，妹子，妹子，妹子哦，妹子很多啊。耶、yeah, ，过76层了，总算。不要逼我干撸你哦，干撸你哦，干撸你是什么？干撸你是什么意思？干撸你是什么意思？什么脸？你那个是什么脸？请问，请问你那是什么色色的脸？你那是什么色色的脸？请问，工程中，认真。哎、欸，真的哎、欸，哎、欸，真的哎、欸，在打我们哦、喔，怎么那么想不开？走走走，兄弟们，我们出去帮忙。
哇，有点卡，有点卡。等等等等，先开个古卷，太卡了，太卡了。五位奋战开起来。我的哈拉尔队也太烂了吧！我可以攻很多次哦，我可以打很多次哦，叫他们小心哦。我之前队真的是很强欸，可以坦超久，对不对 ，Lee Shaky？ 嘿 ，Lee Shaky， 嗯，Check it out, Lee Shaky. Check it out. 再来打。哦，有狂暴，有狂暴，狂暴来了，狂暴来了。哦 ，T 大主我哎，真好，太好了吧，我受宠若惊。
死翘翘！哇，很坦欸他。那织田队也太坦了吧。传给你啊！你的 LINE 上面52秒，自己观看就知道了。52秒到1分钟左右，其余不用看。我不太会用 iPhone。欸，你是本来就用 iPhone 吗？还是你有换手机？52秒。可是我看他是不是还没脱战啊？他是不是还没有离开那个圈圈啊？我不知道欸，太快了，我看不出来。没有脱战就不会回血，从头到尾都在战斗状态。你说巴龙从头到尾都在战斗状态，因为有人一直打他，我看到有人一直打他。看到是那个巴龙，他还有在打那个E大欸。
这样应该还是算，还是没有算拖战吧。因为那个巴龙还是打得到他，我不知道，我很久没玩 LO 了。来强制征兵，耶！我还有兵。哇操，也太多人了吧！还有一堆看得更扯的，我懒得录。哇，那我觉得如果有更扯的，你应该要录给官方欸。可能我觉得可能会有 bug， 可能有 bug。不用玩 LOL 啦，直接打传说啦，直接打传说啦。OK， 满血。奋战！今天也太热闹了吧！哎呦哎呦！有升等哦！哇，被围殴，被围殴！又是剩下我的织田队，我织田真的很猛欸。也太热闹了吧！先返回长船，先后退，再冲锋。暂时撤退。
哇，乐色，有了吧？北定中原，哦，武士不应只知道冲锋陷阵，还应拥有禅心。 忠诚的圣武士们，为帝国打下了深厚的根基。以心为笔画空王，瞻拜为阴辨十方。 Γυρνάω και πες το ξέρξη. Οι Σπαρτιάτες στρατιώτες είναι όλοι πολύ γενναίοι. Γυρνάω και πες το ξέρξη. Οι Σπαρτιάτες στρατιώτες είναι όλοι πολύ γενναίοι.
如果流血是必须的，就让敌人流血吧。假若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更愿意成为蒂尤根尼。将敌人诱入森林，再袭击他们的侧翼。量则不一，劝移者皆明意之。元老院应该明白，唯有王者方能征服帕提亚。四帝共治不合时宜，罗马将由我一捧吉郎。康斯坦丁堡，元老院应该明白。接下来，四帝共治不合时宜，罗马将由我一人统治。恢复丝诸葛，长驱木子仪，经年防备策，今作圣君旗。知道冲锋陷阵，还应拥有禅心。火与剑的时代已至，瑞典的所谓霸权必须被终结。以心为笔画空王，瞻拜为音辨十方。不够冰啊！我不够冰啊！再抽一次，有了有了！哇，什么垃圾！我哈拉尔德队也太废了吧！保护我，保护我！他们应该不会成功啊，应该打不下来。
他们打不下来。他们还有多久？暂时撤退。欸，我杀第二多欸。疯狂攻击，疯狂攻击。他也是查理曼队，查理曼大帝队，哇，难，难了，难了。怎么又是你啊？没兵了，今晚的兵全部用完了，今晚的兵全部用光光了。我真的觉得那个兵的上限可以再多一点。
托尼在吗？托尼在吗？托尼哥，你带来了谁的遗产？托尼哥在吗？托尼哥，没有特效，来一个特效，没有特效，托尼哥在吗？托尼。我 A 你好了，你有看到再说吧。来哦，哦来了来了，传说喽，托尼哥传说喽。好，那我大概今天的直播就差不多喽，大概在三分钟、五分钟下线。来哦，托尼哥。各位晚安哦，拜拜。都모르지내마음이전날씨처럼바뀔지나나조차다알수없으니그게뭐가중요하니지금내게완전히푹빠졌단게중요한거지꿈이